Merry Christmas, baby。一月二十二，嘛是旧历过年的前一礼拜，我跟阮太太来参加捷安特露营社办的活动 ，e-bike 奇遇三主导。阮两个人的年纪加起来都好一百，所以来参加 e-bike 的旅行，正经是真适合来旅行，佫会使运动。袂忝，速度嘛拄啊好，环保阁有轻度，尤其是捷安特旅行社办的，正经是会让人放心，完全免烦恼。一般因集合甲结束的所在，拢是伫高铁的边啊，互咱方便坐车，阁免搬车，人来报道就好啊，拢免炸装备来。报道了后，领队会慢慢啊一项一项讲互你知，互你了解，教你安怎骑，安怎变速，当地的温度，电池的手势。亚队的工课，技师开车跟在上尾，领队同款来看头兼看尾，让因服务完全无需要拍摄。这三天要安怎过？要食啥？要安怎穿衫？要倒来倒位？交通要注意啥？经过的所在，故事的由来，会让你清清楚楚，拢免烦恼。唔惊你来骑，只惊你无报名。到蒜头糖厂来坐五分车，车顶的解说人员正敖讲，蒜头车站有一个老钢筋挂伫咧遐，将近百年咯，吸收日月天地的精华。地方流传一句话：老钢筋有灵气，老人来摸食百年，囡仔来摸好有气，小姐来摸皮肤幼咪咪。咱今仔日邀请这对的会长来举办开车典礼，当当当一声智慧开，两声福运来，三声咱大家平安大发财。站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的自行车道，望向人工湖顶端的南故宫。2001年开始，二十几年来，经过三位总统年代，为设计、核定、修改、动工、完工、试营运、开幕，到今仔日，终生在台湾的南部有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馆。咱前这片嘛是台湾上大的嘉南平原。伫咧1930年，嘉南大军完工了，改善真大用水的问题，后来才有谷仓的美称。路边这片大坡石菊，予阮的心情愈徛愈美丽。另外一边的油菜花，甲大地捏成一片云，愈看愈开阔。虽然天顶的云真高，但是大地的花搁较水。民国45年6月20日，赵龙典开着战斗机到大陆沿海，争取拄着敌军炮弹击掉，战斗机的马达消失，伊烦恼向俘虏，唔愿在大陆沿海跳伞，一直冻到乌丘附近才跳落来。但是因为高度伤低，开伞两秒随灾害，煞来过身去。为了纪念伊，即摆咧徛这条路，所以甲叫做龙典路。当年伊才离高下尔。这条是中国石油古铁路改建的自行车道，叫做加油铁马道，全长有3.5公里。即马嘛是当地民众散步运动的好所在。道坪是台湾第一座森林文创，嘛是台湾上大的日式建筑群——快意生活村。徛来到今日要住的饭店，嘉义兆平酒店。第二天出发前，雨总算停啊。暖身了，领队介绍今仔日的路程，顺着临时的指挥开始出发。领队开的这台福斯的大牌，担任最重要的任务，唔呐爱载阮的行李，佮爱载随时要补给阮的物件，水果、饮料、糖仔饼，休困的时阵载你食，绝对袂予你枵着。啊，你万莫想讲要减肥，有参加环岛的人拢有听过一句话：骑一圈胖三圈，减肥是结束以后的代志。Merry Christmas, baby.Snow is laying 2 feet deep.
原来你也温泉，伫咧1898年，和一个日本兵咧红桥公园无意间发现的。经过调查报告，原来你也温泉内面阁有镭元素，而且阁有疗效的功能，因此轰动一时。当地甚至出产镭羊膏来当作名产。后来原来你也温泉愈来愈有名，冒天下第一灵泉的称呼，一直到1916年，原来你也温泉也变作台湾四大温泉之一。Merry Christmas, baby.同一条路一直骑起来，就是1500东山嘉陂公路。1500嘉陂公路全长差不多20公里，这种的嘉陂为日本时代就开始了，目前差不多有150公顷在生产，一年的产量差不多有20吨。我来这间大厨花间来喝一杯单品咖啡。来到曾文水库，阮今日要住的饭店趣淘慢旅。这间饭店嘛是凯撒所经营的年轻潮品牌，伊的生活甲外国的 Clubman 小可有共，有户外游泳池，有刺激的哀哀叫户外活动，有室内游戏区，有光速任务，雷射战场，够粉红球池。来这大，什么拢会使耍。曾文水库是台湾上大的水库，伫咧1973年10月底完工，1974年开始营运，当时的工程费拢总开60多亿。曾文水库的大坝是台湾第三悬的大坝，敢若输德基水库甲石门水库。伫遮骑车有一款幸福的感觉，未输外国的风景，嘛无另外谈人车较侪，天气好，空气好，风景水，心情就水。Every Christmas, honey, yeah. The snowman's dusting off his hat, putting on the show for everybody to give them a smile that lasts another year. There's something that happens when sleigh bells are ringing in December.阮坐着船啊，来到曾文水库隐藏版的景点山猪岛，岛上有20-30只野生的山猪。因已经习惯船顶放的音乐，因就会活过来。因为听到音乐，就代表吃物件咯。因吃的是燕麦片，船顶拢有准备，压落去，各只山猪烧钱的吃，所以这些山猪拢已经去用资源啊。Merry Christmas, baby. The snow is laying 2 feet deep. Now wish upon a falling star, so all your secret dreams can come true.这栋是曾文水库的景观楼，以前叫做中正楼，因为以前蒋介石搬来这度假的，这就是历史的记忆。台湾很多地方，以前不是中山就是中正，这个景观台有21公尺的高，可以坐电梯起来，电梯内还有分离式冷气可以吹。Merry Christmas, baby.这栋景观楼是360度无死角，会使在里面吹冷气、啉咖啡、休困、欣赏美景。餐厅内也有提供轻食和小点心，会使让你支持。
摆来参加 e-bike 奇遇山猪岛三天两夜行程，大部分拢一对一对阿公阿婆做阵来，其中有一对元老级的阿公阿婆，老公叫做余大哥，因来参加捷安特旅行社办的活动已经足侪遍啊，连高岗的环岛嘛拢骑过啊。因在骑车时阵，我有注意到余大哥骑在因某的后边，一直甲提醒，一直甲注意，说你头前有车哦，小动一下，小动一下。好，即摆使拍较轻松的，打出去有够疼某的啦，我感觉足惭愧，因为阮某第三剂疫苗注射无一礼拜就互我拖来，后来才知影讲，其实安尼足危险的，加载无代志，阿弥陀佛咯。中道徛来御景，食一间老地方美食。头家唔拿手艺好，逐盘菜拢好食。本身嘛是一个艺术的创作画家，规间店拢是伊创作的作品，已经要排袂落，吊无路啊！阮要离开的时阵，伊一人阁送阮一粒石头仔的作品，真正是有食阁有抓。阮这团阁有母仔囝三个人来报名，妈妈带着两个后生来骑脚踏车，因是第一摆来参加露营社的活动，先来骑三天，若无问题，后壁就要去报环岛啊。我看到的是妈妈真伟大，在厝内照顾囡仔，出来佚佗，同款爱继续照顾囡仔。其中一天拄好妈妈的生日，祝福伊全家幸福快乐。记得阮囝十岁时阵，我带伊去日本，阮两个人家己去爬富士山，嘛是甲高城兼高丽才完成的。高中毕业迄年的七月，伊嘛阁教我两个人骑脚踏车单车环岛，连苏花公路嘛甲骑好完，拢无坐火车。九月，阮两个爸仔囝阁完成勇渡日月潭。十一月，阮爸仔囝嘛甲玉山爬登来啊。伊即摆已经大学有女朋友啊，所以嘛无方便缀咱啊。我甲阮太太已经有心理建设好啊，所以阮都爱培养共同的兴趣，相依为命。因为台湾已经是高龄化社会的国家，佮加上少子化，所以会使培养翁仔某做阵耍的代志真重要。唔通退休了，两个人规工咧厝的小对象，人讲不进则退，早晚会出问题。捷安特旅行社办的这款 e-bike 的行程，正经正适合咱这款年纪的人来耍，尤其是翁仔某做阵来，袂忝，佮会使增广见闻，交朋友，吃美食，佮再重新行。去台湾，熟悉台湾，有真多感动的故事，等你来体会，等你来发觉。就参照林奇辛苦迄年 adventure 冒险，但是捷安特带的是安全的，放心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宏。